一种陶瓷结构的材料，它不仅能够在高温环境实现能量交换，同时储能丰富，真正实现了鱼和熊掌兼得的效果。跟其他热机相比，燃料电池不受卡诺循环的限制，具有化学能转化效率高的特点，因此它的发电效率高。 传统燃煤发电需要燃料燃烧加热水蒸气，高温高压下，水蒸气推动气轮机发电，效率受制于水蒸气的温度。如果温度过高，机器无法承受，所以很难突破40%。但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不需要燃烧，它是直接将燃料的化学能转化为电能，效率能达到。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智慧课桌。 这些光线实现了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无相差的三维立体实像，这个实像不依赖任何介质，可以直接裸眼观察。你看。
当我干扰这块显示屏时，它的功能和操作并未受到任何破坏。从侧面看，我的手仿佛是徒手在抓空气。这块显示屏是可透视性的，完全不影响我的视线。它就相当于你的桌子凭空产生了一块空气显示屏，它不影响你的视觉，也不影响你的空间。除此之外，它还有很多功能，都是来服务教学的。这款智慧课桌具备桌面升降功能，符合孩子学习的多个场景，站着读书、坐着写题都能按需调节，还能有效地调整坐姿，避免孩子因为姿势不当产生脊柱侧弯等情况。全息投影还可以有效防止孩子近视，通过在空中进行阅读、实验演示等交互操作，可以降低传统屏幕对孩子眼睛的伤害。小象小象，蝴蝶英文怎么说？蝴蝶 butterfly。 智慧课桌增加了知识学习环节的互动性和趣味性，有助于引导孩子对知识认识和探索，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智慧课桌的魅力之一，就是把知识的呈现从二维变成三维，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实物化，让孩子能够更直观地理解知识。智慧课桌的出现，让教学模式有了新的改变，引导孩子和知识互动，提高学习兴趣，培养理解能力，促进教育公平，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足不出户享受到优质、丰富、生动的教育资源。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无人机编队智能运检，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梁慧敏。配网的巡检工作一直都是整个电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迎风度夏，供电单位为了排查运行隐患，消除设备巡视工作的盲区和死角，成立了由无人机组成的智能运检编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近距离地了解一下这支编队的日常工作情况。智能运检编队由12台不同型号的无人机组成，它们分别负责红外测温、自主巡航、施工验收、夜间抢修照明、综合监察、指挥施工等任务。传统巡检时期，工作人员需要花费特别多的时间亲自到设备点进行安全检测，不同点位的远近高低都需要运维人员亲眼看到才可以。现在利用无人机完成巡检工作，大大提高了巡检效率。体积小巧便携的无人机是20千伏及以下配电线路巡视工作中的主力军。在日常巡检中，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分技术模块可以为无人机提供测站点在指定坐标系中的三维定位结果，帮助巡检无人机完成高精度定位，让它能够在建好的巡视轨迹中实现自主起飞、自主飞行、自主降落，满足巡航全程自动化、模块化、自主化工作的需求。它的画面和照片可以传内网系统，电路上有缺陷，它是能够智能自动分析出来的。在满足日常巡检工作任务之余，无人机也被应用于配网线路升级改造等作业。工作人员通过搭载高清云台的无人机，对带电作业进行精细化的安全监督和工艺指导，为带电作业提质增效。将科技化设备应用到传统工作中，是变革也是创新，让无人机成为电力运维人员的眼睛、双腿和翅膀，帮助他们快速完成巡检工作，
全面提升运检的智能化水平，为我们的安全用电提供可靠保障。